我们像搬家一样，你看，我们已经送了一批到车上，还有这样一批。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我们要在济州岛玩5天，等于说5天6夜，对吧？啊，不对，5夜6天。我们今天晚上凌晨两点钟的船，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猫送到那个猫的酒店里面去，不然的话我们出去1个星期这个猫没人看啊。下次我觉得可以把猫带上，对吧？对。老公你今天很帅啊。是吗？是啊。谁买的衣服啊？啊是你呀、啊。亲爱的，好像今天要下大雨的感觉，你前面都是黑色的云。哦，为什么我们出门每次都下雨啊？天哪，不知道济州岛下不下雨。我们刚刚看天气预报说济州岛天气好，但是看那个天气，满天的乌云，很黑很黑的。现在才5点，就像晚上差不多一样的感觉。老公，下雨怎么办？没问题啊，弟弟，没有问题。为什么每天都下雨？是不下雨啊？济州岛不下雨？谁知道呀？你看都是乌云。是的，我知道，相信我。好，相信你。如果下雨怎么办？回家。回家。下雨耶，可以啊，好玩。下雨好玩是吧？啊是啊，对，只要有我就好玩，对吧？我们把猫送到这个酒店里面了，然后我们自己还要带粮食和零食。这个酒店里一天多少钱？35000。一天35000。是。你一天住100多块的酒店啊，你挺厉害的，很贵啊。哇，这个就是你1个星期的地方，在这里。哎呦，出去吧。走，害怕呀？不是自己的地方，不出来，你看。吓死了，都不敢动。哪里啊？你给我掉。不敢动。你坐上。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啊，一个人。啊。吓死了，不敢动啊！放上去。这我们中国多凉，真的。嘿嘿。我哈过，咋？不动。啊，不动，哎呦。医生。奇怪吧？他觉得肯定。这里还挺好的呀，还挺干净的。吃的放在那里的是吧？他们会放的吧？阿丽亚，阿丽亚，阿丽亚，他一个人在这里不无聊吗？拜拜。我们的宝宝放在那里了，那里还有摄像头，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得到的，在我们的手机上面这样下载这样一个软件，就是每天可以看得到，它什么状况。现在真的是好高级，好便利啊。加油！加油！加油！
不累啊？累啊，因为我在开。반에문닫네아现在都已在我们应该在那个大的休息站应该吃现在只能吃拉面了走去超市吧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早关门真的是外面有什么香肠之类的蛮好吧把中国的泡菜拿过来走吧我也想吃饭我本来想吃的晚饭好凄惨啊哎四个人在一起不管吃什么都很香对不对不管吃什么都好吃好吃吗风很大呀我们到了哇哦！哇哦！